曾经坐牢的阿俊，出狱后开始在夜市里叫卖玩具。一听啊，不啥啥，听啊，讲讲，拢嘛无要紧。对，他一直在想上一句是什么，我已经在讲下一句了。和同居女友有了孩子，谈板间轮流照应，要找回儿子却不容易。 一家一家问啊，问得到啊，这是阮家的，够我滴啊！有空吃饭，竟是最不健康的宵夜时间。就是一天里面最重要的一餐。收摊后，家庭生活永远是日夜颠倒的夜生活。没感觉到什么病啊，病啊病，感觉拢总好病啊。雨天才能放假，在家却懒得说话，叫卖这行会有多少辛酸故事？ 叫卖哥的夜市人生，就在周五晚上9点，公视13频道，谁来晚餐？